成分我就没有查得很清楚，但他是说主要是用在临近反应的试剂，不是吗？好，我知道。那一定有银嘛？啊，对啊，好像是。那它的主剂是什么？主剂我已经忘记了，就这样，我知道就这些。好，谢谢。哎，不行不行，真的啦，我真的不知道更多了。等一下，志杰有没有问题？问。你问我也不知道吗？啊？君宇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多伦试剂怎么用？斐林试剂怎么用？它的用途是什么？它的反应式是什么？反应式也要查吗？当然。可是反应式写的麻烦，我那个笔记这样子。可是用途我都写了，一个是做引进反应的试剂，那个用来区分水溶性和醛和。关键机也可以测定单场，怎么区分？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一定有讲，你如果说上网查的话，他一定有讲。有啊，他讲，只是我没有记，然后忘记了。啊，就这样。那多伦试剂跟同类的有机化合物反应，它会产生什么反应？醛类跟多伦试剂反应，它会产生什么样现象？太难了。啊？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好，我想哭。就当我没做吗？就当你没做。OK， 继续。酸的，什么酸它会受到这个你的这个气机的影响，然后它如果慢，它如果慢的、就是
吸收电子的集团，对，如果它受到有化吸电子的集团的影响，它酸就会增强。然后如果是它还给出电子的集团的话，它酸就会减弱。那给出电子的集团就像瓦基，然后吸电子的集团就是瓦基。请问为什么烷基会给电子，苯基会给不会吸电子？你发出。OK， 好，举重。你们在网络上面都很容易找到这三个答案，也就是说，你一个口头或书面的报告，你必须要包含最少最少这三件事情。那至于说，最后的运用，你可以讲可以不讲，但是起码要有这三个。好，多轮试剂可以区分醛基跟酮基，那多轮试剂它最主要的中间应该是硝酸银，它中间最主要硝酸银，然后中间的银离子这边就会所谓产生的一个反应，在这样的状况下面，这个东西，这个反应叫什么反应？银离子变成银，这叫什么反应？氧化还原。还原。所以醛就有还原性，醛有还原性，那它可以当作什么剂？啊？
大声点。氧化剂。对，啊，它可以当成氧化剂。那铜就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反应，所以铜没有还原性。铜没有还原性，然后呢，铜也不能当作氧化剂。中间这三个东西，你要不要再查一次？还是说我直接把答案给你？好，再查一次。好，按照这种方式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说这一个反应，即使在高中的化学课本里面并没有提到，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有这样的拳击存在的时候，它是有还原性，它可以当作氧化剂，因为它可以使得银离子变成银。那铜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这一个反应之所以重要，它可以区分拳跟铜。这两个关联基，它之所以重要，它可以区分这两个关联基。当我们讲到糖的时候，中间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区别。当出现这样的一个区别以后，你的讲义上面就会出现这三个字，说这个糖它具有还原性，因为它具有还原性，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最主要有拳击这个东西。好，这一个问题，斐林试剂最主要是使得铜能够出来，所以说它会产生变色。对不起，斐林试剂我也忘了差不多了。我们请陈佑再查查。当一个羧基在这边的时候，这个 R 就变得很重要。那这个 R 就是所谓的基板。OK。那如果说是烷基，或者说类似烷基这些东西，它会给电子过来，也就是说它的电子阴电性会偏到这边来，电子它会偏向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它这边这个氢就不容易游离出来变成氢离子，就不容易游离出来。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它就使得它的酸性减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啊？因为它这边的键结会增强，这边的键结会增强。它的阴电性最主要偏到这边来，那偏到这边来以后，这个键结增强了，这个键结增强以后，这个氢就不容易溜掉，氢不容易溜掉，
水溶液里面的氢离子就少，对不对？那水溶液里面的氢离子少，就代表它酸性弱，对不对？那 pH 值就高。OK， 这是讲到酸碱盐的东西了。好，那如果说是硒电子的基团，好比说苯酸。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它的阴电性会偏这个地方，阴电性会偏这个地方。当阴电性偏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个氢就容易游离出来，变成氢离子。那这个时候，它的酸性就会比较高，比较大。氢离子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说给电子基团跟硒电子基团这两件事情也同时会存在氨里面。好比说这边是一个氨，这边接两个氢，然后呢，这边接一个 R， 这是一个氨基。那当这样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氢呢，如果说这边都是给电子基团的话，那这边呢，它就不容易游离出去。它的碱性就比较强，这是讲氨基的东西，但原则上我们是讲羧基，所以这是一个观念，这是一个观念，在如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会。在羧基里面，它会使得它的酸性比较强或比较弱的一种观念。那实际上，我们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研判。请注意，这只是研判。这个不是定论，定论还是要靠实验，对不对？是不是？啊，这只是研判，让你利于研判，说这个酸性可能比较强，那个酸性可能比较弱。那这种研判，好像作业里面有题目。OK， 所以给电子基团跟硒电子基团这两件事情，哦，等两位的报告，然后我一次给你 ，OK， 好。
当我们讲完观能机以后，其实这些东西就要运用到我们的生物体里面的一些状况。这个东西比较偏深化，在一般的化学系来讲是不读这个。为什么不读这个呢？因为有专门一科叫生物化学才读这个。我的生化老师是攻蛋白质，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把糖再分出来，可以分成单糖、双糖、多糖，还有一个是什么？分这三个，单糖里面又分出来葡萄糖、果糖、半乳糖。那单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的吸收利用。如果双糖跟多糖它没有办法形成单糖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当多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纤维质，纤维质或纤维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通常是在植物体里面，对不对？那你吃了植物体以后，这个纤维素或纤维质，它没有办法转变成单糖。所以即使很多的健康医疗这些报告建议你要多吃蔬果，然后他说这里面有很多的纤维素或纤维质，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被你所利用，只能增加你肠道的蠕动，使得你容易把一些东西排出体外，如此而已。那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我们讲糖类的时候必须要从单糖开始讲啊，这样的一个顺序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没有办法，最后没有办法形成单糖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的身体是不接受的。那不接受的话就一定要排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当你的肠道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排掉，所以才会增加你肠道的蠕动，了解这意思吗？不是说纤维素有什么多神奇的力量可以使得你肠道加速蠕动，其实它对人来讲是个废物，了解这意思吗？因为它是废物，所以你要把它排掉，因为你要把它排掉，所以你的内分泌系统或者你的神经系统经过你整个的身体上的调节跟恒定，使得你会尽力的把纤维素排出体外，而使得在纤维素排出体外的同时，可以使得你肠道里面其他的杂物可以一起排出。因此我们才说我们不要挑食，要多吃蔬果，然后甚至每一天有一个什么建议量，对不对？每一天要吃多少蔬菜吃五种蔬果，吃四种可不可以？还是多吃啊？对嘛，反正就是多吃。那蔬果里面呢，一定会除了纤维素以外，它一定含有。所以说你吃水果就算是酸的它也有糖，况且你喜欢吃甜的，对不对？是不是？好，然后呢，你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在群组上面大家都会传一些有利于健康的一些讯息，到底牛奶可不可以喝？有些人说牛奶不能喝，有些人说牛奶可以喝，不要喝太多就好。哦，那到底，那今天我又看到一个看到一个讯息，胆固醇到底对人好还是对人？不要吃太多就好。是我们男性的特征。对，有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叫良性，低密度胆固醇叫恶性。结果我今天收到的是美国农业部已经正式发布，胆固醇没有所谓的良性恶性，胆固醇跟血管阻塞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胆固醇，如果说你摄取的过少的话，你的肝容易过劳，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天所要用的胆固醇，如果说你身体里面每一天需要这么多胆固醇，但是如果说你每一天只摄取了这么多胆固醇，摄取了这么多胆固醇，这一些的量就必须要由你的肝来合成，所以你摄取的胆固醇越少，你的肝就越累，肝就必须做更多的事。
好，我们一天可以吃几个蛋？八颗。乱说，你一定随便说。不知道。人家说，现在已经是证实说，鸡蛋，早期是说鸡蛋不要吃太多，蛋不要吃太多，免得胆固醇过高，对不对？有提过，鱼不要吃太多，小心胆固醇过高，肉不要吃太多，小心胆固醇过高，对不对？这早期的想法。那很妙的一点就是，当你的摄取的胆固醇是这么多的时候，你的肝也只会工作这么多。所以当你吃下胆固醇或鸡蛋的时候，你的肝它自然而然它会少做一点工，它不会合成那么多。这是一个比我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营养学的博士，特别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个事情，我说真是杀风景。大家吃饭吃得好好的，非要讲这个。所以，当我们谈到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糖类是什么样的糖类，它最后都必须要变成单糖，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什么叫做双糖？讲义上面那一些图，如果你不是看得那么清楚的话，你就把它略过，因为那些图原则上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只是说这三种双糖它会随解。经过水解变成单糖，那既然是经过水解，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有一种形式叫做缩合，对不对？我们讲反应速率的时候讲可逆反应，那既然水解从双可以变成单，那单的话也可以用缩合的过程，然后排掉一个水，对不对？排掉一个水，然后经过缩合变成双，水解是我们身体的运用，双糖到了我们身体里面以后，我们身体自然会产生水解的一个反应，把双糖把它弄成单糖，单糖我们才可以直接吸收，所以点滴没有说打蔗糖，都是打葡萄糖，是不是？因为你打葡萄糖的话，你身体里面才可以直接利用。那你打个蔗糖进去的话，那麻烦，那身体还要过一道手续你才能用。
所以葡萄糖怎么来的呢？二氧化碳加上水，经过光合作用产生葡萄糖，对不对？这是我们生物上面讲的，是不是？植物都是这样的，只要有叶绿素，然后植物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然后跟水，然后在叶绿体里面经过光的一个能量，然后它可以形成葡萄糖。那葡萄糖这个东西在植物里面，它就可以经过缩合的一种状况，成为蔗糖或麦芽糖。然后这个蔗糖跟麦芽糖就可以存在根、茎、叶里面、果实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植物里面拿到的都是蔗糖、麦芽糖或木糖，都是拿到这些东西。好，再经过缩合，它就会变成多糖。多糖是什么东西呢？很好，淀粉还有什么？那个纤维素。还有干。淀粉原则上就是存在植物的种子里面，对不对？麦、米、高粱或果实这些里面。然后纤维素呢，就会被植物形成它的细胞壁，所以才会有木质部跟韧皮部，对不对？好，所以植物就必须要用葡萄糖缩合变蔗糖，蔗糖再缩合变多糖，多糖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纤维素，然后它用纤维素去使它整个植物体长大，然后淀粉，它到时候它就可以在种子里面形成淀粉。然后这个东西，淀粉就可以经过水解跟你的唾液里面有所谓的淀粉酶，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变成蔗糖。蔗糖在水解变成葡萄糖，所以你如果说一口饭在嘴巴里面，那个咬很久的时候，就慢慢会感觉出来一些甜的味道，就是经过酶水解，然后再水解，最后变成葡萄糖，起码会变成这个。甘糖在哪里？对，好，当你的身体里面缺少糖的时候，请问你的这个血糖会低，对不对？对。血糖低了以后，胰岛素会，你的胰脏会分泌胰岛素还是不分泌胰岛素？不分泌胰岛素。所以当你不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你的肝糖就会
到整个生物体一个糖类的一个循环，然后你好比说你比较爱吃糖，爱吃糖以后呢，自然而然血糖比较高，对不对？血糖比较高，所以说你的胰岛素就会分泌比较多，使得你的糖呢被转化成肝糖，存在你的肝脏里。当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糖类的一个循环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其实这个讲的比较偏向对不对？那好，为什么要讲多伦试剂跟斐林试剂，就牵扯到这种单糖它是不是具有还原性的问题。如果说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具有还原性，这个糖类具有还原性，那一定代表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关门机，叫做醛基，它一定会含一个醛基，对不对？否则的话它就没有还原性，是不是？那蔗糖、乳糖、麦芽糖这种双糖，它也可能它有还原性，因为它可能也会有所谓的醛基的存在，对不对？那我记得好像蔗糖它没有还原性，那就是因为它根据它的一个分子结构上面它的醛基不见，所以它就不会有还原性。那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就可以用多伦试剂或斐林试剂去检验出来说，如果说有两种啊，那哪一种是有还原性，哪一种没有还原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出来。所以多伦试剂跟斐林试剂的重点在这里。那给分子集团给电子集团跟吸电子集团在于说羧基里面它的酸碱度的问题。OK， 好，其实这都是一大篇的一个内容，回去再查查看。OK， 好，礼拜五会给时间再给两位报告。好，OK， 好，拜拜。